住手！没想到你动作竟然这么快啊！给我住手！再有点力量，我刚才就晕倒了。宋云奇，你知不知道你刚刚的行为是在找死？你要出事我怎么办？你想过我吗？我就第二次进来的时候，我当时受伤就出现情绪狂，我就想试一试嘛，反正也不会死。那边有一个监控，要是消灭事件找不到证据，我们就把他带回去。你看咱们受伤的份上，你就别生气了。孙姐。